Sumusunod tayo na. Drone Gala. Meron silang drone show dito ngayon, guys. Ayan. Mag-start siya mga 9:30 PM. Dami. Ayan, yung Macao Tower. Dito tayo sa medyo malapit. Hindi ko alam kung saan banda dito. Dito siguro. Maganda. Dito tayo po presto.旅遊局主辦的2022澳遊澳門無人機表演盛會的第二場表演，剛剛我們就欣賞過旅遊局帶來首場以春臨澳門作為主題的表演，而接下來由新豪集團接力繼續以春臨澳門為主題呈現的第二場表演即將上演了。事不宜遲，我們一起來期待下一個年會帶給我們什麼驚喜啦。 今次嘅遨游四季无人机表演盛会咧，系采用咗最新款嘅编队无人机。呢个系一款针对户外表演推出嘅全新自主产权嘅无人机，唔单止有更好嘅外形视觉效果，仲安装咗全向物理保护罩，充分咁包裹无人机嘅桨叶，令到我哋嘅表演更加安全、更加有保障。而喺无人机起飞后咧，会开启自动保卫功能添啊！哇！ 大家见到啊，我哋888十家无人机首先呈现咗一个非常之精致嘅立体鸟笼啊，万物苏醒，为春天揭开序幕。大家见到上面环绕嘅鲜花同埋绿叶咧，正正就系代表住春天嘅到嚟。而当我哋打开咗呢个鸟笼嘅大门，呢一份由春天孕育出嚟嘅爱情就慢慢咁飞去外面嘅花花世界，而呢一个爱情嘅幼苗更加会继续发芽生长。 春暖花开嘅景象底下，鲜花同埋绿叶依附住我哋嘅雀笼，慢慢咁茁壮成长。同时更加不知不觉咁喺啱啱嘅时间就喺笼入面孕育出爱情嘅幼苗。飞嘅无人机控制我哋地面上嘅备用无人机及时起飞，亦都可以对空中缺少嘅无人机进行保卫，嚟保障我哋整个无人机表演嘅完整性。而呢个时候，我哋就见到一个好完整嘅花圈咧喺我哋眼前出现啦。呢个咧系由啱啱嘅心形。 所慢慢绽放而成嘅，喺花圈中间啦，我哋见到有英文字 spring， 意思咧就系春天嘅感解。环绕住花圈周围嘅花朵咧，亦都有序咁由下而上，依次亮灯，象征住春暖花开嘅季节，慢慢咁点亮咗呢一份珍贵嘅友情。 而随住文字嘅消失，喺呢个百花齐放嘅季节底下，我相信大家都见到一只燕子出现咗啦。而呢个时候咧，我哋见到燕子慢慢翱翔，准备要喺花圈当中飞出去。唔知佢要带我哋去边度咧？大家都可以一齐估下，到底燕子要带我哋飞去边度？ 因为燕子咧系春天嘅象征，相传啊燕子喺春天嘅时候会北嚟，秋天嘅时候会南归，所以好多诗人咧都将佢当作春天嘅象征加以美化同埋歌颂。喺春天来临之际，大家经常喺上面非常之欢欣愉快咁放风筝。大家一齐留意下，见唔见到佢手上攞住嘅风筝啊？原来啊系啱啱出现嘅燕子啊！ 呢只燕子咧已经幻化成为燕子风筝，带我哋同呢个小男孩一齐享受紧春回大地、生机勃勃嘅春天景色。喺春天嘅时候。
春风吹动岸边的杨柳，万物亦都开始复苏，天气咧会慢慢变得暖和，大家会感受到吹动我哋面上的风，亦都不会再令我哋觉得寒冷。呢、这个时候最啱就系趁住咧春日东风，攞出风筝同我哋嘅朋友一起玩啦。而风筝作为我哋中国传统嘅民间娱乐习俗，据说系起源喺春秋战国时期噶。玩完风筝咧，大家见到喺同一片嘅草地上面，原来咧佢带我哋嚟到大家最熟悉嘅大三巴牌坊。喺刚才嘅草地上面，亦都咧见到向住天空四周飞散咁形成咗一群群嘅雀仔。春天萌芽嘅时候，唔单止有各种嘅花朵植物，当然唔少得我哋见到人同人之间暖暖嘅爱意啊！冇错啦，正正系呢一对身穿葡萄牙土枯木服装嘅小情侣，作为象征同大家见面。我哋见到啊，男仔非常之深情咁向旁边嘅女孩咧弹住葡。将会摇身一变，变成喺水中嘅一片片，慢慢浸喺我哋嘅眼前视线。